医师哦，可是里面里面的不仅是智慧，还具有潜藏的奸细。对，这边一挥手。这位师兄，为什么这么着急给我定罪？你倒是查一个出来看看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把我们水当我当成成绩了。先把我手先断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一直不让我说话，师傅？这是你徒弟吗？这是你徒弟吗？他说你徒弟，还有偏心。他是你徒弟吗？我都觉得不是了，这好惨。好，来，阿卓，出来，出来，来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。不让我说话，我就不行。